昨天在礁石区收获一条60斤的大鱼，通过最朴实的烹饪方法让我垫饱了肚子。找了一个山洞，今晚就将就在这里睡一晚。早上好，今天准备制作一个鱼笼。制作好了，放上入口门，准备去抓大货。封入鱼笼，用石头压住，等待上货。8个小时过后，哇，这是什么货？看一下，我这么大，哇，看看这么大的鲍鱼，兄弟们，哇，看到没有？活蹦乱跳，我操，这么紧，太紧了，死过来，带回去，陪着快点，走吧，走，陪着你们。让他慢慢烹饪，新年回家，我打算给自己来个大拍手掌。得物 APP 上海丝锅海宝盆，比上手买优惠多了，带上特别一面，翻过来烤另外一面。终于熟了，啊，饿死了，开车。